就是说，极善之人怎么应对极恶之人？好，请坐。这个呢，两个极端呐，哈，这个极善跟极恶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，我们佛性出来哈，没有分别啦。然后我们呢，遇到凡尘的事情，凡尘的事情哦，我们去处理。那处理对众生有利益啊，叫善；处理对众生有害啊，叫恶。所以那个佛性啊，它本来没有善恶啦，是我们处理事情的那个过程啊，它有不同。哦啊，见解不同，处理就不同，然后呢，善恶的名声呢、啊、就不一样。啊，所以我们了解说呢，哦，那个极善跟极恶啊，是走两个极端的，啊，要呢，哦，中道，一样哦。他虽然说做的不好，那是他自己本身呐、啊，不明理，不明理就是无明了、啊。啊，既然是无明的话，我们是要可怜他了，不要落井下石。不要追杀，所以、哦、让他自己改过了，我们就需要、哦、这个引恶啊扬善。